读课文。一场篮球赛。我是个球迷，爱打球也爱看球。不管是篮球、足球，还是乒乓球、排球，我都喜欢。学校今天下午组织了一场篮球赛，比赛就在学校的篮球场上进行，由我们四年级对五年级。上场参赛的同学还在球场上做准备活动，球场四周就已经围满了人。比赛开始了，场上场下立刻紧张起来。裁判员身穿黑色运动衣，不停地跟着运动员来回跑动，对双方的得分和犯规动作做出准确的判断。比赛紧张而又激烈，由于两队实力接近，比分交替上升，看球赛的同学个个都很兴奋，不时地为运动员加油鼓劲。上半场打成了平局，但是两队的队员都不服气，下半场一开始双方就加强了攻势，同时防守也越来越严密，比分仍然交替上升。离全场比赛结束还有三分钟时，双方打成平局。这时我在中场断球成功，一个快速反攻投进了一个三分球，赢得了观众的一片掌声。接着在全体队员的密切配合下，杰克又远投成功，这才把比分拉开了。对方输了球，他们队的教练请求暂停，又换了人，希望把比分追上去。到了最后一分钟，比赛更加激烈了。对方拼命组织进攻，连续得了五分。就在这紧张激烈的时刻，比赛结束的哨声响了，我们队以一分险胜对方。同学们高兴极了，热烈地欢呼起来。这场篮球比赛真是太精彩了。翻译。一场篮球赛。我是个球迷，爱打球也爱看球。不管是篮球、足球，还是乒乓球、排球，我都喜欢。学校今天下午组织了一场篮球赛，比赛就在学校的篮球场上进行，由我们四年级对五年级。上场参赛的同学还在球场上做准备活动，球场四周就已经围满了人。比赛开始了，场上场下立刻紧张起来。裁判员身穿黑色运动衣，不停地跟着运动员来回跑动，对双方的得分和犯规动作做出准确的判断。比赛紧张而又激烈，由于两队实力接近，比分交替上升。看球赛的同学个个都很兴奋，不时地为运动员加油鼓劲。上半场打成了平局，但是两队的队员都不服气。下半场一开始，双方就加强了攻势，同时防守也越来越严密，比分仍然交替上升。离全场比赛结束还有三分钟时，双方打成平局。这时我在中场断球成功，一个快速反攻投进了一个三分球，赢得了观众的一片掌声。接着在全体队员的密切配合下，杰克又远投成功，这才把比分拉开了。对方输了球，他们队的教练请求暂停，又换了人，希望把比分追上去。
到了最后一分钟，比赛更加激烈了。对方拼命组织进攻，连续得了五分。就在这紧张激烈的时刻，比赛结束的哨声响了。我们队以一分险胜对方。同学们高兴极了，热烈地欢呼起来。这场篮球比赛真是太精彩了。生字：蓝 ，le an 蓝 ，le an 蓝。篮球，菜篮，花篮。拼，播音拼，播音拼。乒乓球，乒乒乓乓。乓 ，pong 乓 ，pong 乓。乒乓球。乒乒乓乓，排，破癌排，破癌排，排球，排队，排骨。组，资五组，资五组。组织，小组，组长。织，织，织。织布，编织，纺织。餐，吃安餐，吃安餐。参加，参赛，参与。判，破案判，破案判。判断，裁判，谈判。
饭，泼案饭，泼案饭。犯规，犯法，犯错误。归，歌微归，歌微归。规定，法规，规律。星，七英星，七英星。兴奋，兴旺，兴起。份，夫恩份，夫恩份。奋斗，奋进，勤奋。功，歌翁功，歌翁功。进攻，攻打，攻击。防，夫昂防，夫昂防。防守，防备，防止。重，之瓮重，之瓮重。观众，众多，大众，群众。配，泼诶配，泼诶配。配合，配件，配音，分配。书，书屋书，书屋书。认输，输赢，运输。拼，
破音拼，破音拼。拼命，拼音，拼图。词语：篮球，篮球。足球，足球。排球，排球。组织，组织。比赛，比赛。年级，年级。活动，活动。运动，运动。运动员，运动员。准确，准确。判断，判断。激烈，激烈。兴奋，兴奋。同时，同时。仍然，仍然。观众，观众。全体，全体。精彩，精彩。句子，读句子。不管是篮球还是排球，我都喜欢。不管是篮球还是排球，我都喜欢。这场篮球比赛真是太精彩了。这场篮球比赛真是太精彩了。对话，情境对话。爸爸，学校今天下午组织了一场篮球比赛，我们四年级对五年级。你这个球迷参赛了没有？当然参赛了，球场上还有不少观众为我们加油呢。哪个队赢了？我们队赢了，不过我们只赢了一分。你把比赛的情况讲给我听听。我们两队的实力非常接近，上半场打成了平局，下半场我们的比分总是交替上升。到了最后三分钟，我在中场断球成功，投进了一个三分球。是吗？真是太好了。观众们都为我鼓起掌来。接着，我们班的杰克又远投成功，这才把比分拉开了。
你们真不简单。五年级的队员怎么样？他们打得也很好。他们输了球，教练请求暂停，又换了人。在最后一分钟，他们拼命组织进攻，连续得了五分呢，真是太激烈了。后来呢？结束的时候，我们队只以一分险胜对手，大家高兴极了，热烈地欢呼起来。这场篮球比赛真是太精彩了。